现在走进 Old Town of Ragusa， 也就是 Ibla。在这个教堂旁边，这个像个大门似的，可以走进去。见到楼梯已经害怕了，先不上吧，先走平的。这是小胡同。后面的景色也不错，说起来这个伊布拉区是当时地震后全被人要把这里重建起来，但是看这些房子呢也并不怎么好，可能是太旧，街道很旧，而是新区呢有很不错的房子，贫民搬到那里，看来时过境迁，历史总是要重演它的过程。从这个洞高处这么陡，几乎是直角的，意大利人的腿是怎么长的？哇，一下子上这么高，原来在那下面，现在上来了。第
第二层环线。找楼梯可以直接上小阔面，很多很多楼梯。真是层层叠叠。对面是新城，我在老城Ibla，爬高上低的，典型的意大利城，都是在山坡上层层叠叠的。所有的 church。都在前头，太多的夹层，厚重的铁门，好有年代感。老房子不知道究竟有没有人住。这新的肯定是有人住的，吃洒散他他出木了，天哪，这上去这种小窄的东西。还是决定上来了。又是一个高度，看来。上到一个高度，这是到了一个上层的街道，
Total of 是一个港口，这是建成的大门之一。重新爬回高处。